虎山集团的李孝牙、吴信贤。现在林本店想打电话出给，就是生态园区。那我也住啊。是月月无机会来加实在朋友，我就代替伊来向大家 say sorry。救命啊！母老妈！哦，还有直接压低啊嘞！这个人奈老高，赶快收款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这人是安怎？弄到人讲你两人金面看，不要回失礼哦。我呢感觉你足面熟的啊，我敢伫咧倒位看过你。我开始饮酒，阿姐，我先救你出来。不要，你莫管我，你先救囡仔。你是安怎袂讲话？囡仔，阿妹啊，暂停啊！只是啦，因为我拢无考虑到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今天会在工作时间替两对新人证婚。我一件代志要给大家用。宋子妙，你有心啊！哎，林家是必有家喜，欢迎虎副总。虎总，欢迎，欢迎。阿星，你先去看卖饭店的报表，带头走。虎山集团跟温麦公司有合作，特别说要带女儿出席。介绍好吴信贤先生。吴妈妈你好，我是月月的朋友，伊人无爽快断伊啊，所以我就代替伊来向大家陪坐会师嘞。你是廖萌芝哎，最近啊网络票选好情好形象第一名。这陈当做代志真正是无什么好路，无怪一个好好的皮肤，我给人家出问题。野猪，那有野猪啊！直接压低啊嘞，啊人会怪伊甲手顶伊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你这人弄到人啊，不要回失礼哦。看起来咱真无认错啊。你的兵我记掉掉。当初是讲这样条件，你车会使这样紧，那是人之常情，那是义务啊。你万无想到有一台车会去弄红灯啊！先生，不要，你莫管我，你先救。当初你莫救我的囡仔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只是啦，我都不可能留你。